会啊。那其实，在这里啊，首先我们要感谢中华民国精神医师协会啊，还有在年终总结的时候，跟我们这些好朋友、我们的市民一起来支援啊，各位。那在这里跟各位抱歉一下，因为刚刚一个重要的行程，也不是重要的行程，可是这里就不重要了。另外有一个行程啊。是临时插进来，他又不得不去啊，因为是代表我们工会的工会的行程啊。我想总统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行政院副秘书长都到了哦。其实还没有来，我们郭理事长也是从那边我们一起赶过来的，跟秘书委员会的谢副总一起赶过来的啊、真的。感谢我们市委级的帮忙啊，中华民国基础医师协会林理事长的大力动员大家来年终岁末的时候来拜见，有够温暖啊，带着大家的心，我相信我们社会就是需要这种力量啊。最后今年是鼠年啊。一起在座的各位啊、能够有鼠年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有数不尽的健康，数不尽的快乐，数不尽的财源滚滚进来，祝大家新年生活愉快，谢谢。这次工会，这次跟社会局，还有中华民国基层医师协会一起合办，这么有意义的岁末年终尾牙的一个忘年会活动，谢谢。那我们三个一起合照一下，会办到。谢谢我们赖理事长对我们鼓励的支持。